中华是在苏州，我跟还要去成都啊。要呢？还要同一个。德宗雪山，它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荣县太阳谷相连，也是香格里拉市的第一高峰，海拔5545米。目前无攀登。欧洲很像海欢乐，我最亲爱的祖国，你是大海永不回来。都是互相信任，哎，所以说的话也就。上了，翻开双手，上了。
这个什么？杨老师，杨老师说的错吧？这没有开始吃。酱油，酱油是太好了。好喜欢，早餐请，早餐包。这个我来吃吧。你也只吃一片，你想来想来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赶快的，我要吃一小片。啊，是随便拍的广告了，咋讲一个？到底往哪里拍？好了，不错了，啊，那不要电池，电池坏，看不出来。